今天不吃美食，带你们到海上探险。国家栋梁栽培，终身远离22K。下趴尬电赶庙会，蓝色大货柜，人多到靠背。那个无人机介绍。兴趣缺缺，军舰才是主角，但是妈的要排队。队伍尾端干姨妈，排到最前线，混进去当间谍。发现了。圣诞节好开心啊，开派对有种铁达尼号的感觉。又发现了万圣节，海军大哥掌控着一切，一声令下子弹飞，海的对面有共匪，出航了就烂队。来看看有哪个白痴掉下水，这个东西叫鱼雷，专门把屁屁砸碎。总算潜入室内，准备好大开眼界，然后就没了。好飞，铁皮精英带你飞，不晓得这一台有多贵。最后迎来的是一拖答辩，为旅程画上结尾。梦醒了，回来逛园游会，搞什么？就你最特别。聚集上百种摊位，打捞一笔的好机会。没见过的零嘴，巨无霸嘎嘣脆，非常适合校外教学。午餐来奥利。我说今天不吃美食吗？抱歉，隔壁有美食街，不来就是不对。先夹个奥利开开胃，来自清水的美味。这家米糕很入味，缺点有点贵。好了，今天就吃到这边，我们明天见。